一底部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的度假胜地迪臣港，就会去到纪念脱离殖民统治的独立广场。马来西亚的土产各色其色，好像燕窝和藥油肉干咁，都非常出名的。还会去埋世界第四高的建筑物双子塔，随后就会去到全新购物铺点 Pavilion Mall， 行进各色的名店。浮罗交易是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为东南亚的地质公园，在这个咁受保护的地方，他们的珊瑚礁和海底世界当然是靓到没得顶的了。而今天我们就会跟导游出海去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生态之旅。巴沙岛是一个宁静优美的小岛，在这么舒服的环境吹着海风，沿着海边散步，这些机会真的很难得的。我们就会去浮罗交易另一个著名小岛孕妇岛。孕妇岛是一处受国家保护的公园，里面住了很多得意可爱的马骝仔。穿过树林就来到淡水湖，看看几多游客已经急不及待跳落水玩了。哎，有鱼上钓，几大条几新鲜。凉野菜是由定居星马的华人后裔所创立，他们将中国风味糅合在当地的菜式之中，做到色香味俱全。马六甲蝴蝶公园总共有200几种蝴蝶，当中有不少是稀有品种来。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珍禽异兽。我们将会在马六甲河道游船河，除了可以欣赏到马六甲的靓景之外，还可以看到这里的生态环境。